引起男团 Mira 和 Era、许廷铿、郑欣宜、Jenny 和泳儿等今日出席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021记者会，即上公布11个奖项的入围名单，颁奖礼就定在4月18号在九展 StarHawk 举行。VTV 高层金广成表示，首届颁奖礼以人人乐坛音乐第一为主题，有机会会安排现场观众，因为气氛会比较好。而在检疫方面亦都有增拨额外的预算。讲到 TVB 同三大唱片破冰，会不会分薄各大唱片公司上 VTV 的意欲？他就说，我觉得又不会，他有他们做，我们有我们做的做法，都不是一样的事情。那我们即是 anyway， 我觉得是大家做到帮到这个娱乐圈是最重要 的目的咯。而对于无线艺人黄君卿入围两个奖项，金山直言绝对不介意邀请对方出席颁奖礼，亦都不排除星梦歌手的歌曲上榜。Why not？ 点解唔得？即系呢个我都系做业界应该做嘅嘢啫嘛。咁如果 Mira Era 想劲歌得唔得？佢哋有邀请咪可以做咯。啊睇翻自己個台啦，佢哋親生仔會唔會個機會率多啲啊？即係攞獎。喂，點會呢？我哋都係一人一票。即係如果你哋做到佢哋，即係真係可以攞到，咪俾佢哋咯。我哋唔會係因為佢係我哋自己人，我哋就特別去即係幫佢做一啲嘢，冇嘅。